大家好，笑死朕嘅时间，笑死朕嘅时间。咁啊，原本想早啲开始嘅，不过因为技术需时，所以冇办法早啲开始。咁啊，今日咧就会讲讲一个关于占领中环嘅呢个咁嘅题目嘅。咁系原本我就以为大家已经唔关心我会唔会去占领中环噶啦。咁点解咧？因为我已经明明做咗连续做咗两集讲 AKB48， 大家应该认为我已经放弃啦，应该认为我已经转型咗去娱乐圈噶啦嘛。咁但系咧，因为咧近日咧有啲唔少嘅记者啦、传媒啦咁样咧，咁都希望好似而家要轮流表态咁样啦。咁喺接受其他傳媒訪問之前咧，就不如先喺我哋自己嘅節目講咗立場先啦。咁同埋最近又我哋又有其他節目好似好關心呢個話題咁樣啦。咁太要公民教育有關心呢個話題咁樣啦。咁我哋講講呢一樣嘢。嗱，首先要界定一樣嘢就係講緊嘅佔領中環係一個有具體嘅即係直頭就係講緊戴耀廷提出嗰個方案開始啦。由佢寫文章開始話要令到呢個咁樣政府讓步，而家必須要投下一個核彈，嗰、那個核彈就係一萬人佔領中環，咁然之後大家集體去自首，公民抗命就係一個最有力壓迫到個政府或者係逼政府就範嘅一個武器咁樣。如果你單喺呢個 topic 上面，你去討論支唔支持咧，即係大家要表態支唔支持咧，咁你支唔支持咧？支持。咁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即係你如果淨係講呢一個範疇嚟講，就係講緊支唔支持公民抗命，咁啊冇嘢好討論，咁梗係支持公民抗命啦，因為一路做緊噶嘛。好啦，佔領其實企圖佔領咗好多次添啦。唔係，其實事實上之前做過啦，不過之前嗰個就係反資本主義啊咁樣，咁咪後來即係其實就佔領咗匯豐樓下嗰個空地，佔領咗一年㗎，嗰次係啊，佔領中環，佔領咗一年㗎，其實佔領咗一年嘅後果嘅結果就係被遺忘嘅咁樣。咁好啦，而家咧講緊嘅咧就係一個具體一個當戴耀廷提出呢個方案之後。提出了这个这样的提议之后，究竟这件事是好定不好呢？这样原本呢只是得戴耀廷提出这件事好与不好呢，其实就没什么值得好讨论的。即是你问说公民抗命是好定不好，那当然好啦，不好做，不好我们在做什么东西，我们一向都是做公民抗命的东西啦。但是现在慢慢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去讨论一下。因为他开始通过了那個傳媒喺度煲啦，喺度開始明報又每個禮拜又做一篇咁樣去訪問戴耀廷，就作為一個牽頭人，唔同嘅所謂嘅泛民嘅人士去對談啦咁樣，咁亦都有啲人表態啦，有啲人就有唔同嘅意見啦咁樣。咁我覺得去到而家嗰個框架上面咧，就可以值得去討論究竟去點睇呢件事，又或者亦都借住呢個節目嘅機會去講俾我哋嘅支持者，我哋又或者甚至乎係講俾我哋本身熱血公民嘅手足，我哋究竟我哋點樣去看待呢一件事啦？你覺得咧？你講先啦，不如。通常都是这样的，叫你讲先，跟着我就说你讲的东西不对的这样。你讲的那些都是旁枝末节来的，我们要从原则上面去讲这样。那你讲不讲？但你讲什么我都说你不对的。我没讲你的东西这样。你讲什么我都说你不讨论啊。你那些是旁枝末节，你那些细节你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用讨论啊，基本上有交化現象啦，非常之令人擔心啦。即其實好多行動咧，出發點都係好嘅，即出發點都總係即嗰、那個係咯，即嗰個出發點係有佢好處。咁但係你點樣做嗰件事，點樣 execute 出嚟先係一個重點嚟噶嘛？好啦，咁你講嗰啲都係細節嚟嘅，唔係我要從翻個原則，要從翻個原則性出發。你明白明白。我從翻個原則性出發。好啦，戴耀廷嗰個方案提出嚟之後，有咗啲咩討論咧？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咗唔同嘅人士去表唔表態啦。咁樣咁鬱敏就話佢要觀察下啦，咁樣睇下入邊有咩神有咩鬼啦。咁樣咁而呢、這個。民主党就踊跃支持喎，好搞笑喎！佢哋好似好兴奋咁添啊！你几时见过民主党？刘慧卿就话可以讨论呢啲嘢几兴奋。刘慧卿就话可以玩铺劲咁样，咁啊得啦！何俊仁都话应该要参与，不过就唔好影响到人哋翻工咁样。屌佢老尾，唔知讲乜捻嘢呢人？唔系啊，呢个听唔明啊？点解点样又占领又唔影响人翻工？即系奔妹嗰啲啊，讲紧星期日占领系啊，即系每个星期占领一次，即奔妹咪每个星期占领一次，跟住咪唔影响人翻工咯咁样。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公民党亦都阿余若薇亦都有同阿戴耀廷咗个对谈啦。咁余若薇嗰个讲法就系、是、即系。去考慮到就係嗰個點樣去說服嗰個民眾啦，咁啊長毛都有個對談啦，咁佢係支持嘅，基本上佢覺得即係戴耀廷提出嚟做咁啊，梗係好啦。
咁然之後咧就但係就點解唔公投先咧？咁樣點解唔叫阿何俊仁辭職公投先咧？咁樣嗱，我同意毛哥喎、啊。唔係呢個絕對係我哋嘅基本嘅立場啦。你同毛哥，阿泰喺節目度亦都講咗啦，我哋之前亦都講過啦。呢、這個好簡單，嗱，我哋逐個逐個 point 講。最有效嘅。我哋從一個原則性嘅角度去講先。第一就係戴耀廷提出呢個討論，當然係好好嘅，非常之好嘅，因為佢開咗一個討論嘅風氣，去令到大家去討論關於公民抗命或者係關於呢個行動，去或者係一個爭取普選、爭取民主嘅手段入邊可以做。嘅嘢係一個大膽嘅假設，其實唔係好大膽嘅，一啲都唔大膽嘅，即係其實講到尾簡單嚟講就係堵路，增加佢管治成本，令到政府要同你談判。咁、然之後而家阿戴耀廷去最 focus 喺嗰樣嘢就係普選嗰樣嘢上邊。OK， 咁阿長毛就認為要加埋堵量落去啦。嗱，佢提出呢一樣嘢去討論，必然係好，因為令到有一個風氣，大家去討論嗰個公民抗命究竟係應該點做、如何地去做。咁好啦，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個咁樣環境，當民主黨好熱烈咁去參與，當最主要表態熱烈參與咧就係民主黨啦。同埋呢個咁樣嘅幾個社運派嘅人士啦，咁樣咁喺呢一個構成組合底下咧，我哋根據呢個框架呢個形態去討論嘅話咧，我哋就要從翻個原則性去出發。有幾個原則嘅，第一個就係好重要嘅原則，其實亦都有第二啲人講過啦。咁我哋今日再強調一次，就係嗰、那個我哋呢個原則咧係直頭做咗個 show 出嚟嘅。嗰、個原則就係物通匪類。喺而家香港嗰個社會環境同埋嗰個社會運動入面咧，我覺得咧就係、是、由之前追擊民主黨開始到而家，我都係抱持呢個咁嘅態度啦，就係、是、要先安內後讓外，係啦，咁係要買呢個咁樣嘅蔣介石嘅教訓，我話俾你聽嚇，你唔安好嘅內咧，你走去讓外咧，你聽啲北斗派講咧，即係張學良嗰啲咧，跟住然之後咧，佢劫咗你去談判咧，然之後你咪俾共產黨吞鳩咗你咯。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嚟嘅。仲、有一個重點啊，對住日本仔都係咁啦。更何況係對住共產黨咧？嚇，呢個係一個重要嘅原則，其中一個原則，今日會講嘅其中一個重點。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今日最主要要講嘅，就係、如果有聽開《笑死人》嘅節目，又或者熱血公民入邊嘅朋友，又或者有參與開我哋嘅活動嘅朋友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做社會運動或者做事的一個原則咧，就係咧，我哋係覺得好多嘢係絕對不能鳩做嘅。一件事如果你鳩做嘅話咧，個傷害性咧係比你唔做就更加大嘅。再直接啲咁講咧，就係咧喺現時面對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呢個討論入邊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係現行嘅框架、現行嘅做法或者係現行嘅組合成員去做的話咧，係絕對不能參與，因為你唔能夠去參與一個會傷害社會運動嘅社會運動。咩叫做會傷害社會運動嘅社會運動咧？就係話當你鳩做一個社會運動嘅時候，你對整體嘅社會運動係會構成傷害的。嗱，呢個咧係今集最主要集中要講嘅一個題目，講俾大家聽點解唔可以鳩做，同埋點解而家喺呢個社會環境底下，你胡亂去提出一啲疑似公民抗命，但係做唔到公民抗命效果嘅嘢，反而係會傷害咗整個香港民主運動。呢個今集會集中去講嘅。另外咧就係咧，今集亦都會講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喺 Facebook 都預告咗噶啦，就係話我哋係歡迎去討論佔領中環呢一個 topic， 我哋都歡迎去預演佔領中環嘅，你估我哋唔撚到嚇？我哋係歡迎去預演嘅，不過預演方式咧就未必係戴耀廷嗰種預演方式，我哋會有一個同埋個討論方式咧，就唔係而家嗰啲北斗派啊嗰啲啊陳景輝啊或者係嗰啲乜組織乜團體咁樣搞好多嗰啲論壇嗰啲，大家去探討下個細節嗰啲。我哋覺得都係嘢要討論嘅，佔領行動、佔領中環呢個行動係好值得我哋去討論嘅。我哋都會鼓勵個討論嘅風潮，但我哋鼓勵討論嘅風潮咧，就唔係佢哋開嗰啲咩座談會啊、研討會啊、開撚討論多次商討會嗰啲啊。我哋就用另一個方法去討論、參與討論佔領中環呢一樣嘢。今集就主要講呢幾樣嘢 ，OK？ 如果我講歪咗嘅話，你就拉我翻轉。知道。係啊，因為講過會講，可能講咗呢個假選型抵唔抵屌啊嗰啲咁嘅問題嘅。知道。咁係即係唔会噶，你放心。假选人抵唔抵屌都系个问题，都值得讲下。唔关你事咯，抵唔抵都唔关事系嘛？系啊，但佢漏屌，佢而家又上 iMoney 嗰度，又话佢自己话佢有原罪，佢原罪。好啦，翻过嚟啊，唔好讲佢啊，嘥气。佢漏屌系要屌佢嘅，即系漏而不屌非礼也，大佬你明唔明白？好啦，咁啊，但系唔讲呢啲先，先讲咗一个物通匪類嘅原則先。好啦，點解喺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嗱，鬱敏就講過，佢喺節目都講過，佢認為呢件事係要去再觀察。
再睇下嗰個發展係點樣。我咧就覺得咧，我會用另一個取態去介入呢一件事，或者係去參與呢一件事，就係、是、我覺得唔係觀察，而家唔單止係觀察，係要批判，係要批判呢一樣嘢，係要批判。首先從一個咩原則嘅角度出發咧，就係從一個物通匪類嘅角度去出發。第一就係、是。譬如戴耀廷都會講，就係話喂，希望可以求同存異，佢去同唔同嘅派別去傾，希望大家可以統合到嗰個力量。其實成個佔領中環行動，戴耀廷提出呢個佔領中環行動，佢都預設咗一個前設，就係話希望可以借住呢個行動去統合民主派，亦都再有人開始喺呢個咁嘅基礎上邊去討論翻，就係話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啊，諸如唔係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啊，不分裂的本錢係鬱敏過，泛民沒有分裂嘅本錢啦。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唔好再分裂啦，應該求同存異，係啦，大家再團聚埋。一齐咁样，算啦，都系北斗派倾向噶啦。嗱，我哋必须要讲咧，就系话一定要坚守一个原则，物通匪类，同埋咧就系咧，嗰、那个唔系民主派团唔团结嘅问题，亦都有啲人就系话有，譬如有网上面都有啲评论啦，或者陈云都已经表态啦，佢对呢件事嘅睇法啦，讲咗啲睇法出嚟，亦都有啲人去抨击翻呢啲睇法，就系话喂，你哋又为咗派别之见，为咗派系，或者甚至乎又开始有人话總之批評佔領中環的人就是朋黨了，又有人開始講這些事情，但是朋黨這個字眼是不對的，其實我們遲些再解釋朋黨這個詞語是沒有貶義的，其實因為朋黨有分小人的朋黨和君子的朋黨，但 anyway 根本不是討論這個話題，學術一點說，現在是討論那一件事，現在是討論那一件事，就是說不是說有一個這樣的行動在這裡就要統合所有的自稱民主派的人都一定要去集合埋去，我們的界線就是什麼呢，就是說當有民主黨或者這些這樣的社運文在這裡嘅時候就唔應該參與，唔應該參與嘅原則就係因為我根本就唔當佢哋係民主派，佢根本就唔係民主派。喺我的角度嚟講，尤其是民主黨，佢係匪類，即係呢個喺鬱敏踩場。民主黨係啊，民主黨啊，咪就係匪類咯。即係喺鬱敏踩場入邊都講過，就話喂，你係有前科噶嘛？你係有前科，你係出賣過香港嘅民主，出賣過香港嘅選民。你喺一個五區公投前後，其實而家成個氣氛就好撚似五區公投。喂，嗰陣大家就出嚟討論又熱烈，司徒華最初又話贊成，跟住一個屈美實又唔撚贊成，跟住就走撚咗去呢個咁樣嘅密室。喂，大家都真係唔好唔記得嗰班人到而家都唔認當其時走入中聯辦係出賣香港人嘅喎。喂，呢班撚樣係有前科噶嘛？所以喺一個行動入邊一個。咁樣嘅佔領中環行動入邊，我唔理你最後去唔去到佔領啦。你而家都唔係去佔領啊嘛，你而家講緊都係研討啫嘛，同埋預演啫嘛，撲你個街！你研討同埋預演埋可以係唔去佔領啊嘛。喺呢個過程入邊，如果有民主黨呢班咁嘅撲街喺度，就唔應該參與。好撚簡單啫，物通匪類。一個 point 就係話，喂，你有冇理由你都唔會去參與一個民建聯發起嘅爭取普選行動啦？唔會噶嘛，因為你知道佢咁樣做唔係真係去爭取普選啊嘛。我就係想講喎，即係其實佢話就話俾你聽，爭取民主啫嘛。民建聯個名入邊佢都話要民主建黨㗎，你唔撚叫佢做？唔係咯，你叫得民主黨咁樣，咁不如即係同民建聯冇分別嘅喎。咁你交俾民建聯去爭取普選啦咁。所以喺討論任何嘢之前，你一定要隔咗呢扎渣先，呢扎人渣隔渣係隔咗呢人渣。嗰、那個隔渣嘅辦法就係好撚簡單，第一就係話佢哋冇參與，唔係呢班人參與。OK， 唔系一啲非民主派嘅人参与 ，OK， 唔系话啲支持者啊，民主党啊，民主党就系非民主派嘅人咯。我而家唔捻当民主党系非民主派人啊，民主党系匪类啊嘛，成个行动入边一定要坚守一个物通匪类嘅原则啊嘛，系咪？唔通刘慕雄嚟参加，你又俾佢参加咩？你老尾都可以嘅，佢为咗洗脱佢 ICAC 嘅罪名啫嘛，咁你唔通俾佢参加？都可以嘅。除非一样嘢就系乜嘢咧？除非就系话喺成个运动入边冇匪类，点样可以冇匪类？就系第一佢唔参加啦，第二就系话喂佢洗。洗脱佢匪类嘅罪名咯，冇错啊！佢洗脱佢唔再系匪类，咪俾你参加咯。佢唔系啊，我出嚟道歉先，唔使道歉啦，我唔捻使你道歉，既往不咎，你以前嘅嘢唔捻讲都得，你而家辞职公投就得啦，冇错。好撚簡單啫嘛！你而家辭職，何俊仁、佔領之前你有三個，求撚期揾一個，你已經有三個可以做呢樣嘢。即係你求撚期同我揾一個，即係出嚟辭職公投，跟住然之後你話牽頭去做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跟住你話你就算你自己加個名叫佔領中環統帥啊，甚至乎叫佔領中環教主都得，要我奉你為教主都得。你而家即刻辭職啊！你而家即刻辭職普選，即刻辭職出嚟搞個公投出嚟咁啊得。其實即係好似毛哥咁講，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而家根本。就是一個人，你一個人辭職已經可以
有公投效果啦。唔係呢啲嘢都講過噶啦，呢啲嘢毛哥都講過。喺個明報嗰個對談入邊咧，毛哥同戴耀廷都有講過呢個話題。咁當中咧，戴耀廷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當然戴耀廷再講一次，戴耀廷引起嘅討論係好嘅，書生論證我哋都係歡迎嘅。不過我哋必須要指出一啲謬誤，就係、是、戴耀廷認為就喂我搞個辭職普選，我驚個投票率低喎，驚佢做唔起個風潮，不如做咗一萬人佔領先，跟住做咗個風潮，跟住先至辭職普選。屌你老尾！如果嗰一萬人佔領唔夠一萬人做唔起個風潮，咁佢唔使辭職普選。而家要佢而家做邊樣先邊樣後，又或者同唔同步咧？即係有啲人又喺度拗啦。喂，兩樣嘢唔關係噶嘛？你可以一邊佔㗎，你可以又辭職。唔係你聽埋我講先。有啲人就喺度話啦，喂，兩樣嘢唔關事噶嘛？佢辭唔辭職同你佔唔佔領係兩樣嘢嚟㗎嘛？咩關事啊？嗱，呢樣嘢好撚關事嘅。最關事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我要佢辭職，然之後去發動呢個咁嘅補選公投，呢個投名狀嚟㗎嘛？你立撚咗呢個投名狀，你先同我講嘢啦！你班匪類，你根本就係賊匪嚟嘅，係咪？你作為一個賊匪，你冇諗到啲嘢攞翻翻嚟，你講乜嘢合作？你乜嘢資格？有乜嘢條件啊？呢個最基礎嘅原則，唔係話邊樣係效果大，邊樣嘢效果細細嗰個問題。因為好老實講，都係鳩噏嘅啫。你撚知啊？你撚知而家何俊仁辭職發動嘅公投帶嚟嗰個迴響大啲，定係你一萬人坐喺中環嗰個迴響大啲？你首先你有冇一萬人先，係咪先？就算有一萬坐喺度，睇你點坐法先。如果何俊仁嗰種坐法係唔影響人哋翻工嘅，咁你引起乜撚嘢迴響啫？但係五區公投就起碼已經有個 reference， 已經係有五十萬人，當其實五十萬人出過嚟表態喺公投嗰度。喂，所以公投系最有效啦，何俊仁，你快啲辞职啦，最多同你寄望不够啦，快啲辞职啦。我都唔讲有冇效，即系唔好咁肯定有效咯。佢可能都冇效，因为而家嗰个全嗰、那个共产党嗰个舆论机器都好大，系咪啊？亦都有好多手段，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而家你起码搞清楚系咪匪类先啦，先安内后让外，呢个真系历史嘅教训嚟咯，我觉得。一定要抱持呢个原则去出发。香港都系咁，你即系。即係早幾年先至攋完民主黨嘢，你而家又撈埋落去，真係黐線嘅。好啦，另外一個交俾民建聯爭取普選係冇分別。另外一個就係話，我哋要點樣去睇呢一件事？點樣去睇呢一件事？譬如有人提出一個疑問就係話：喂，你一定要參與喎，因為佢係一個公民抗命嘅行動，因為佢係一個爭取普選嘅群眾運動。咁你作為一個爭取普選嘅人，你相信群众运动，你点可以唔去参与一个争取普选嘅群众运动？你可唔可以唔去参与一个普选嘅群众运动咧？梗系可以啦。如果当佢系鸠做嘅时候，当佢系一个鸠做嘅运动嘅时候，你就唔可以去参与。即系个例子就好简单，有啲人就会话：喂，当你有病嘅时候，咁你就系想医好个病噶啦，系咪？你想医好个病嘅时候，有人话我有个办法医好你个病。大家一齐去做啦，咁样你可唔可以唔去做呢？如果你为咗心头，梗系可以啦。如果嗰个系性交医病嘅话，唔系话你举个名目出嚟话系医病，我就要信你医到病噶嘛？人人都想运气好噶，唔通就系为咗运气好？有人性交转运，你系集体去性交转运啊？你睇下嗰件事做紧乜嘢嘛？嗰件事就系话，当你如果件事系鸠做嘅话，又或者根本系好可能系。不是很可能，而是很大的成數是會反而為個社會運動帶來傷害。那件事就不能做得了。譬如現在佔領中環，現在在戴耀廷和其他交人討論出來的方案之後，是越來越戇交的嘛。戇交會帶來一個什麼情況呢？你要由整個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近日嗰個社會局勢，你去睇翻件事，我哋唔能夠淨係去講就係話，喂，如果有一萬人喺街度，如果真係有一萬人去簽署，如果真係有人出嚟去搞嘅時候，係咪會為政府帶嚟壓力啊？佢係咪就要妥協啊？係咪就會令到佢有普選？你首先你要睇翻個關係乜嘢，個情況係乜嘢？我哋經歷咗啲乜嘢過嚟？我哋成個香港嘅社會運動經歷了什麼過嚟？我哋經歷咗一個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去爭取呢個咁嘅反對國民教育，去要求呢個咁嘅撤銷國民教育。OK， 撤回國民教育係咪啊？當其實係撤回定係撤除啊？撤回定撤除啊？撤回，撤、啊、撤回，總之就撤。其實係撤銷。啊、有12萬人喺政府總部話叫你撤，跟住然之後就真係撤啦，撤退嘅撤。然之後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再同我講話，喂，如果有10000人佔領中環嘅話，我就可以令到佢帶嚟嗰個政府向你妥協，去俾個普選權利你。你要搞清楚就係話，我哋而家成個香港嘅群眾運動，香港嘅群眾係處於一個乜嘢嘅狀態？就係、是、處於一個我哋唔能夠再承受呢一種咁樣嘅交流嘅
的行動所帶來的傷害，傷害來自什麼呢？它有幾樣東西，第一就是你們如果有聽的話，你知道我連續講兩集這個 AKB48， 你再聽回這個這樣的傾偈會那集，我講這個這樣關於激進派社會運動的持份者和 AKB48 的持份者那個相類似的關係。喂，那個情況就等於就是說，我一次又一次給錢去買你的 CD， 買 AKB48 的 CD 去參與你的總選，跟住冚家產你告訴我沒得選，那個你是會令到群眾對於整件事或者整個整體的社會行動是陷於失望和不再信任嘛。那個本身就是對社會行動這件事來說的一個傷害嘛。我們不可以再做這些傷害，尤其是當我們現在現存的社會行動裡面已經有這麼大的傷口在這裡。第二件事就是說你會露了底嘛。你露了底是露了什麼底呢？就是你为什么要出来做群众运动？为什么要有一班人在街上？你就是要在街上给压力的政府告诉你，冚家铲你偷了多少人，晒马来的嘛。晒马告诉你，就说其实又这样说，又再说回戴耀廷那个方案，他跟那班左交在那谈的时候，左交听到哇有预演，很兴奋。示威本身是预演，你妈扑街。示威就是预演，被人看说喂你再不听我讲，这班人就会暴动了。我预演个预演，其实讲 rehearsal 个 rehearsal 都咪戇鳩嘅啫，冚家拎。其实讲过好多次，呢、這个示威嗰个本质上就是一个暴动的预演。其实唔系啊，当你同埋你最后就系、是、你最后你最差会得出嚟一个咩后果？你得出嚟嘅后果就系你会话咗俾政权听，就系你真系冇料到啊嘛。因为其实我哋香港人已经做咗好捻多次，点解而家咁捻多人上街，咁捻频密上街，已经动辄几万人都系可以唔捻骚你啊？就系、是、你又如何啫？你出咗嚟都系冇用噶嘛？佢知道你拢嘢系冇用咯，而家唔捻惊你啦嘛。而你喺个前提底下，喺而家呢个前提底下，已经系不断咁出嚟游行示威，跟住然之后喺最近呢一个月，不断咁出现一个政治检控、白色恐怖，拉高晒啲人。是整个社民连差不多拉撚晒咁滞，个社会都系冇回响嘅。即系你而家系通过牺牲，通过道德感召，通过抗争行动，都冇办法引起到社会关注嘅时候，咁然之后跟住我哋再搵样嘢去搞，然之后话俾你听呢剂掂啊，话俾你听呢次一定掂啦，你老尾功夫加足球一定有得搞啦，咁样大师兄都惊撚咗你啦，何况系一般嘅群众。你想想大師兄聽到周星馳講功夫家唱歌跳舞真的有得想的時候，你想像一下他那個表情，足足會有成十萬人對撚住你這樣個比個咁嘅表情，你睇你點撚樣搞到群眾運動，以後點樣搞落去咧？鳩做比起唔做嘅傷害性係更大，所以喺而家呢個時刻，喺而家呢個政治氣氛底下，我哋絕對係要防止所有嘅鳩做行動，因為所有鳩做行動最後就會變咗維穩啊嘛。佢最後點解會變咗維穩，就係因為你一次又一次出賣群眾，一次又一次令到群眾失望，同埋一次又一次去令到個政權舒服嘅時候，於是乎個政權就唔再需要理會你任何嘅群眾運動啦嘛。你而家係要積存個力量。直至個力量是可以去到一個狀況，令到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真係有效果嘅社會行動，你才可以去出手。同埋個目標要好清晰，喺一個好啱嘅時機去做。嗰時機亦都講啊，即係唔知點解永遠都係講行動就一定要七一咁樣，好似咧，即係嗰個社會行動嘅 norm 咁樣啊，變成其實唔係嘅，其實仲有好多機會嘅，例如你唔知幾時推23條咯。咪有人喺 chat 度问我，如果何俊仁辞职，我会唔会原谅佢？我都话叫教主都得咯，冚家铲。我都话我而家即刻转教都得啦，仆街！你即刻做啊，你老尾！我以后就叫你教主，我以后就宣称我拥抱何俊仁立场。虽然你好卵矮，好难拥抱到你，系咪啊？一揽你埋嚟，去卵咗我肚腩度，嗰个位置好卵尴尬。但系如果你而家即刻辞职，启动呢个变相公投嘅话，屌你老尾！而家咪奉你为盟主咯，有乜卵问题啫？而家系啊，即刻嚟企出嚟。你做唔撚到啊嘛？好啦，我哋講翻頭先就係講到嗰、那個唔能夠鳩做嗰個問題。喺呢個時候，但係點？既然係咁樣，你估呢個環境大家唔撚明白咩？大家都明白係唔可以鳩做。咁點解有咁撚多團體，尤其是民主黨咁撚積極去參與咧？點撚解會咁樣咧？就係、是、因為其實佢係需要揾啲嘢嚟做，呢個又係成個社會運動發展落嚟必須要克服，要經歷嘅一個階段。即係喺一個爭取民主嘅道路上面，要揾啲嘢嚟做。呢、這個其實因為其實係要嚟維繫個組織，我話俾你聽，要嚟向群眾交代，話俾大家聽，我哋而家有啲嘢做緊，你明唔明啊？所以先係咁著弱啫嘛，佢哋著弱原因喺呢邊度啫嘛。
即係趁第一節臨完之前，臨第一節，即係呢兩個話題，無論係物通匪類或者不能勾造呢個話題，下一節都會繼續嘅 develop。喺第一節完之前咧，我再講埋第三個 point 就係話，我哋歡唔歡迎去討論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咧？歡迎，用我呢個角度去討論，又或者你有更加多嘅角度都好。但我 provide 幾個角度就係話，第一，冚家清、冚家拎就係鏟走嗰班冚家鏟，用一個物通匪類嘅角度逼佢哋投名狀，佢肯搞。咪得咯！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要提高嗰、那個，有好多人就係話，喂，我哋唔可以喺行動細節上面去討論。譬如阿戴耀廷提出咗幾樣嘢，一萬人，然之後咧要排隊嘅去示威嘅，要去簽署嘅，要簽署，大家簽曬 要開會，簽曬生死狀嘅，分組開會，講法就係上 seminar， 係啦，要斬雞頭燒王子嘅咁樣，你斬雞頭燒王子就即刻拉得啦，使乜佔領中環啫？你一斬雞頭燒王子就即刻拉你啦，三合會成員咁樣。但係 anyway， 你就算簽張紙，唔係三合會成員，你簽張紙話你會公民抗命，話會堵路，話會犯法非法集會，其實你都拉得啦，你唔使非法集會噶。係啊。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再去演習預演咁樣，喂，真係唔可以預演嘅大佬，呢啲嘢。你一泄咗道氣就冇，喂！你如果預演嗰日有好撚多人嚟咗咁點啊？跟住你話喂，今日唔好啦，預演嘅啫，我哋下年再嚟過咁樣，梗唔撚得啦。係即係聚一萬人嚟，跟住又撤翻走去，跟住下次再叫翻一萬人嚟咁樣。所以與其咁樣預演嘅話咧，我就諗咗一樣嘢。如果你有聽開 AKB48 嗰幾集嘅話咧，我都講過話我要搞 AKB48 計劃噶啦。咁樣咧，因為咧最近嗰個佔領中環嗰、那個。關於預演嗰部分啊，尤其是咁撚熱切係嘛？咁於是乎咧，我就不如諗到咁樣啦，我就已經叫阿、即係我會同佢哋傾啦，叫索書號嘅主持阿 Bonix 啦，同埋熱血公民教育嘅阿泰啊、阿陳四啊、索書號嘅 Sammy 啊，跟住呢個唔係 Sammy 咩？叫咩名啊佢？Samuel 啊 ，Samuel 係唔好意思，我通常叫佢另一個名，跟住就麻建聯嘅阿聰啊、阿周怡巴啊、Pierre 嗰啲咁樣咧，我就叫佢哋搞劇場。搞劇場，直頭就開個劇目叫預演佔領中環，喺個劇場度不斷咁預演俾你睇，冚家拎不斷咁預演好多次俾你睇，預演啲乜嘢咧？預演點樣散水啊？預演點樣唱卡拉 OK 大會啊？預演點樣淨係喺度開會討論無功而還啊？嗰啲咁樣，我哋就用一個角度就係話不斷咁做曬啲負面嘅嘢話俾你聽，唔可以咁樣做，去防止往後嘅公民抗命又或者群眾運動咁樣做。我就會用呢個方法去預演俾你睇，即係用個 排除法嘅方式。係咯，排除法話俾你聽，呢啲唔得嘅，呢啲唔得嘅，呢啲唔得嘅，喺劇場試曬俾你睇。你橫掂最後都係鬧劇嚟嘅啫嘛，你最後都係會演變成為一個鬧劇嚟嘅啫嘛。咁但係鬧劇都係個表演模式嘅喎，咁不如擺喺劇場做啦，係咪？咁起碼有個藝術價值嘅，當你文化抗共都好啊，好過你無端端叫班人交流出嚟喺個街度。好，我哋而家成功爭取乜乜乜，我哋一定要乜乜乜去到最後。好啦，但係六點鐘啦，走啦咁樣，咁你戇鳩，屌你老尾，休息一陣。好，翻嚟第二節嘅笑死朕嘅時間，嗱講個現講個實況俾你聽，點解嗰啲人會去咁熱？因為嗱有當然有幾樣嘢啦。點解戴耀廷提出咗佔領中環呢個方案，其實都唔係好成方案，事實上可行性亦都好低。點解啲人會變得咁熱切去討論呢？又或者點解會有一啲你明明覺得佢唔會參與嘅政治團體，佢哋會咁或者社運人士佢哋會去？即係嗰啲班北斗派啦，簡單嚟講就係點解北斗派同埋民主派咁撚熱切，民主黨啲咁撚熱切去參與咧？歸根究底嘅原因咧，就係你要由翻嗰個成個社會運動、成個香港個政治局勢嗰個發展去睇。第一就係俾我哋屌得多啊嘛，屌得佢哋多啊嘛，我哋不斷咁屌就係話，喂，你老尾你去到個政府總部又係唱卡拉 OK 係嘛？唱嚟唱去由抗爭15年唱到20年，唱到30年，唱到50年係嘛？抗戰幾多年咁樣，永遠都係加上去嘅咁樣，好似唱到千秋萬世就最好噶啦咁樣。跟住次次都係無疾而終嚇。咁、啊、然之後最大嘅傷害就係有兩個啦，有幾個啦，即係除咗每年嘅七一散水，同埋就係呢個咁樣嘅呢、這個D100又係咁樣。DBC 嘅唔係 DBC 嗰個咁嘅復牌運動又係咁樣，去到聚曬成班人喺度又話集會，跟住歡樂今宵再會，原來 farewell party 嚟嘅，撲你個街，跟住攞翻啲錢，老母，跟住然之後咧，這個咁樣嘅反國教又係咁樣，喂十幾萬人又話要撤回又剩咁樣，跟住然之後無疾而終 ，OK， 好啦，當邊我哋鬧得多嘅時候，某程度上我哋造成咗一個輿論，即係我哋講緊係激進派鬱敏啊，或者係所有激進派人士，大家提出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做出咗個輿論嘅
壓力喺度。而家唔係淨係我哋會去話佢哋唱 K， 會去話佢哋唱 K 大會，係一般嘅民眾都會咁講噶啦嘛。一般嘅民眾都會覺得嗰件事冇用啊嘛，而一般民眾都認為嗰件事，如果你係支持民主運動，即係話分咗兩批。如果你本身係民主運動嘅支持者，你係社運嘅支持者、社會運動嘅支持者嘅話，你本身大部分人都已經覺得行動係需要升級嘅啦嘛。OK， 好啦，但係面對緊嘅而家個社會運動嘅困難度係在於乜嘢咧？就係、是、你會見到經歷咗呢個咁樣嘅 DBC 嘅。清嘅歡樂今宵事件，經歷咗呢個咁樣嘅反國教運動，十二萬人忽然之間無厘頭撤退嘅事件之後，再加上而家連串嘅政治檢控行動，你會發覺就係話，你要將行動去升級的話，你面對嘅成本相當之高昂，而帶嚟嗰個效益喺現階段嚟講係好低嘅。点解呢？因为就系你就算你而家，譬如你四万人、五万人，忽然之间搞个游行出嚟，搞个集会，声嘶力竭咁嗌，啲人系当冇事噶，一般嘅民众系当冇事噶，啲即系等于啊呢、這个咁样嘅阿余若薇同埋戴耀廷嗰个对谈入边，余若薇问嗰个问题都好啱啊，喂，你有一万人支持你，但有十万人话你阻住条街搵食，咁你点算咧？咁样，你而家就系话你需要付出好高昂嘅代价，而且我哋本身喺我哋嘅。论述入面，我哋已经对于社会行动嘅规格系已经提升咗啦。亦即系话，譬如举例以我哋嚟讲，以热血公民嚟讲，喂，我就唔能够去动员一个鸠做嘅行动啦，我就唔能够参与个散，即系我又唔能够发起一个散水嘅行动啦。如果系冇争取唔到实质成果嘅，我系带头咁样去做，咁你做唔到啦。好啦，你要唔散水，你要实质成果，咁你要被捕啦，系咪？你要承担呢个风险啦，等于戴耀廷所讲啦，你都要有一万人有承担要去自首啦。咁但系如果嗰件事最后出到嚟，根本又引唔到舆论关注，好似而家譬如社民连清仓咁样拉啦，严敏华好。好离谱咁样啦，虽然保释咗，但系佢嗰个判刑好离谱啦，判入更生中心啦，起码如果上诉失败嘅话，可能一年半载啦咁样。喂，你呢啲嘢都系引起唔到大众嘅关注嘅，咁亦即系话，我哋其实系要 focus 翻喺一个啊余若薇讲紧嗰个问题。如何地鼓動人心呢？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做緊㗎喇。即係譬如如果你有留意開熱血時報做嘅嘢，你有留意開普羅政教院鬱敏同我哋做嘅嘢，正正就係咁樣。我哋就係睇到而家嗰個社會運動個門檻個規格已經提升咗，呢個我哋自己提升出嚟嘅。OK， 提升咗出嚟，然之後但係都未係有辦法地去俾到個政府嘅壓力，未係好有辦法去做到一個真正嘅行動升級。咁所以需要做嘅乜嘢就係群眾嘅教育啊嘛。於是乎，鬱敏嗰邊咪好正經咁做緊一啲嚇、啊，即係譬如陳雲都係做緊呢啲嘅。陳雲咪 set 一個做一個議題嘅設定，話俾大家聽，我哋而家要專注喺一個香港嘅本土嘅自治。OK， 咁然之後鬱敏普羅政教院而家開好多班，禮拜六有講座啦，孔浩峰又去開啦，之前陳雲又去開啦，就係做緊一啲思想教育嘅工作，去培訓一啲政治嘅人才，更多嘅政治人才出嚟。OK， 我哋《熱血時報》做緊，我哋就更加遠勝啲，我哋做緊文化抗共嘅嘢，我哋做緊娛樂向嘅嘢，又或者係甚至乎係。这个消閒向的东西，通过这些这样的去扩大影响力而去渗透，所以我们搞栋笃笑，搞劇場，搞这些这样的妇女啊、宅文化这些节目，我们做这些东西是希望去为了下一次可以有更有力量的公民抗命的行动去升级做准备嘛，去储这些弹药嘛。OK， 但是譬如余若薇，虽然他会提出，余若薇他自己都会提出，喂，占领条街容易，占领人心很难，鼓动人心很难，但是你看回他的访问，他都是慨叹的嘛，他是慨叹的话，唉，有时候民意嗰啲嘢，好似2003年咁，忽然之間轉向咁樣，去到最後幾星期，林七一之前轉向，佢自己都唔知點解，好觸動咁樣，佢就淨係感動。公民黨就係咁樣嘅，淨係觸動，淨係發掘啲感人至深嘅小故事。佢唔會做教育工作噶嘛，佢唔會做噶嘛。結果由我哋做緊啫嘛，結果係普羅做緊，我哋《熱血時報》做緊，佢又唔會做。民主黨更加唔使講，民主黨喺呢個咁嘅政治環境底下咧，佢更加受壓。嗰班社運撚咧，又係更加受壓，因為佢已經俾我哋嘅輿論去升級咗嗰個咁樣嘅行動嘅規格嘅要求，同埋要求。佢、okay? 做呢啲，佢自己都知道會俾人屌啊嘛！佢自己知道佢出嚟再搞呢啲咁嘅集會，再搞幾萬嘅卡拉 OK 大賽，結果都係會俾人屌啊嘛！佢又唔敢搞喎、啊，但係咧唔搞咧就唔撚得嘅，話俾你聽，因為咧。任何嘅政治組織或者你無論以論壇為名又好，政黨為名又好，乜乜力量為名都好，你其實係靠行動去維繫嘅。你係如果你冇行動嘅話咧，你而且你冇方向嘅話咧，你就變咗咧，你就會鬆散嘅，啲人就開始唔支持你嘅。
啲人咧就會開始慢慢就會瓦解噶啦，尤其是民主黨就更加有呢個狀況，因為佢俾人屌得多嘛，佢連嗰個政治光環都冇曬啦嘛，佢冇曬嘅政治光環，冇道德高地，但佢實質上又冇乜撚嘢做喎、啊，咁點算好呢？戴耀廷適時提出咗一篇文章，提出咗個概念，其實係老生常談，我老實講。不過戴耀廷嘅身份唔同，同樣嘅嘢。好多人都講過，黃毓民講過，陳雲講過，我哋講過，但我寫篇咁嘅嘢喺報紙度咧，冇啦人會睇，甚至乎唔會登添報紙。OK， 咁但係戴耀廷嘅身份唔同啦，戴耀廷嘅身份就話：，哇，連戴耀廷都咁講喎，呢件事本身係好嘅，第一炮出嚟嗰陣係好嘅，哇，連戴耀廷都話要公民抗命，大家咪瘋狂咁 share 咯。OK， 咁然之後咧，嗰班咁樣根本其實佢哋已經冇出路嘅民主黨社運撚，已經搞唔撚到行動啦，你明唔明啊？佢哋唯有就係、是、即係譬如你睇班社運撚，冇乜嘢好搞嘅嘛，即係包括埋學民思潮都係咁樣噶，而家都搞個搞啲論壇啦，咁樣揾翻啲曾經參與過反國教運動嗰啲支持者，話而家先至同我哋講話要反手圍攻啊！你老母進攻緊，突然間走撚咗佢，跟住而家散撚咗之後話唔得啦，散咗之後我哋又反手圍攻，點解啫？因為冇嘢做啊嘛，冇嘢做你就顯示唔到，你起碼對外對支持者你顯示唔到你自己存在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一定要揾啲嘢嚟做，但系揾啲嘢嚟做咧，如果你求其鸠流咁揾啲嘢嚟做，你会帮我哋屌、啊，我哋要屌够，我哋要屌柒你、啊，屌咁样搞嚟做乜撚嘢啫？咁你咪鸠搞咁样。咁但系戴耀廷呢个方案就破歪咗一个好好嘅一个环境俾佢哋啦。嗰、那个环境就系乜嘢咧？就系、是、等于你睇翻嗰篇，所以点解嗰日我见到星期日明报嗰篇访问，见到嗰班社运捻，即系虽然只系文字描述，睇到佢哋表现就觉得好啦，好笑。一讲公民抗命，话要一万人占领，首先系提质疑个可行性啦，有冇一万人啊咁样啦，你唔会谂点样去搵一万人？其实有一万人去占领中环，梗系会做到一个效果啦。如果你堵塞住条路，令到佢冇办法去运作嘅话，我哋而家咪做紧呢样嘢，用舆论去搵一万人翻嚟啊嘛，用舆论去感动一万人翻嚟，甚至乎多过一万人翻嚟啊嘛。首先就要谂办法，点样可以令一万人可以接触到你，系咪？好啦，但系问题就话，你睇翻嗰篇访问真系好卵好笑，超爆笑，好卵笑过我栋笃笑，就系佢哋一讲到就话，喂我。原来中间嗰个过程，我、哦、又有研讨会，又有预演，又有多次开会过程，又有商讨日，吓、啊、又大家网上投票点样去进行一个真普选嘅定义？喂，佢哋即刻觉得好捻兴奋，因为好捻即系佢哋好捻辛苦，终于揾到，哇！仲要你计划2014年先搞啊，太捻好啦！呢两年我哋有嘢搞啦，扑你个街，就系咁样啫嘛。其实唔好笑嘅，我觉得，因为冇嘢搞，佢哋就会唔存在。好老实讲，呢、這个咁嘅状况，就算喺我哋自己热血公民入边，都系出现咁样嘅。因为我唔可以去动员大家去做一啲鸠做嘅行动噶嘛，所以一般无聊嗰啲咁样嘅，好无聊嗰啲咁样嘅示威啊，嗰啲集会，我系唔会吹鸡去嘅，我系唔会无端端吹鸡去，因为你知道喺呢个社会气氛底下，同之前嗰一两年系唔同。你而家再鼓动，都系一而衰。即係咩話？一鼓作氣，再而衰，已經去到三而竭嘅地步啦。已經係到三而竭嗰個地步，你就要再氧氣啦嘛。你如果忽然之間係咁鳩搞啲行動嘅話，咁你咪搞到你冇曬，即係你已經，你仲邊有？你仲有邊有立場去感召一個真正嘅公民抗命咧？你令到公民抗命呢樣嘢膠化咗啊嘛！你有份去參與膠化公民抗命，呢、這個就係去對社會運動嘅傷害嚟咯。咁於是乎，其實近呢幾個月，我哋都少咗呢啲咁樣嘅遊行示威式嘅行動。對於我自己組織內部嚟講，我都會有人嘅流失，我都會有熱血公民提出不滿。喂，點解仲唔行動啊？點解仲唔鳩叫？點解仲唔鳩衝啊？咁樣。但係我哋要奉行一個法則，就係不能鳩做啊嘛。我寧願我組織散咗，我寧願我組織流失大半嘅人，唔撚緊要咁撚所謂啫。最緊要去到關鍵嘅時刻，議題喺度嘅時候，民眾肯出嚟啫嘛。我組織有幾壯大，有乜撚所謂啫？但係佢哋唔係啊嘛，嗰班撚人唔係啊嘛，嗰班撚人係覺得自己嘅組織嘅存在，無論係對自己嘅支持者交代，又或者喺傳媒面前有得曝光呢樣嘢先係最緊要啊嘛。點解要十個人都攞條 banner 走去行下啫？曝光好重要啊！就因為你通過呢個行動，你嘅組織先存在啫嘛。因為曝光呢樣嘢，咪就係民主黨一路以嚟，即係呢廿幾年都會做嘅，就係幾個人拿住條 banner 去一次遊行示威，去表達不滿咁樣。但係對唔住，我但係呢個唔係一個群眾運動嚟噶嘛。即係呢個其實。
其實上網 send email 都係差唔多嘅，你都可以 copy 咗嗰張 email 出嚟 post 上去。唔係對唔住，我哋唔會做呢啲嘢嘅，我哋唔會為咗鳩做有啲行動去令到自己嘅組織存在而迫使自己去做呢啲行動。OK， 當然唔係話絕對唔能夠參與任何行動。喂，譬如陳雲喺 Facebook 嗰度，佢鼓勵下大家套啲框架出嚟，做下呢個咁樣嘅光復上水嘅行動。咁我覺得做得好嘅喎，我學唔嚟添。譬如好似而家掛 banner 咁樣，呢個咁樣嘅關青協周圍掛 banner 咁樣，我都想去搞搞佢哋噶。咁但係問題就話，喂，你搞個示威去要求政府關注冇撚用嘅喎，唔會關注你嘅喎。你而家嘅遊行，而家嗰啲冇撚用嘅遊行同 send 封 email 係冇撚分別嘅喎。反而我見到有啲網民喺翻關青協嘅 banner 貼張紙寫住天滅中共咁樣，反而有效果。不過就唔持久咁解啫。而家仲諗緊計點可以再持久啲，再玩大啲。即係你要變化咯，你要去轉咯。OK， 但係就唔係為咗揾啲嘢去做去證明你嘅團體存在而去鳩做咯。嗰樣嘢呢班人就係將佢哋自己嗰個團體嘅曝光同埋存在感置喺一個比整個群眾運動嘅利益更高嘅位置之上。佢為咗令到喂我有嘢做啦，大家你睇下我有啲研討會開緊啦。而家陳景輝嗰啲又好撚熱衷咁樣去拉住阿戴耀廷又開下呢啲研討會啊。咁當然戴耀廷有著弱啦，即係而家係因為意見領袖嚟噶嘛，咁樣又去下咩台啊，去下邊度啊，咁樣周圍講下，當然好著弱啦，咁樣跟住咪就係俾曬呢班人咁喺度狂抽水咯。OK， 我哋就唔撚會做呢啲嘢，亦都唔需要做呢啲嘢。我哋嘅存在係因為我哋需要去凝聚嘅力量去做我哋真係做緊嘅嘢。我哋做緊嘅嘢就係做緊思想嘅工作，做緊去輿論戰嘅工作，等於而家咁樣，等於我哋而家最關注嘅文化抗共嘅工作，係咪？我哋一路做緊，你即係嗰樣嘢係更加迫切又更加危急。你睇而家藝發局，你睇下假選型嗰啲，跟住聽日又唔知出本 I Money 又喺度漏屌啦，係咪？漏屌要屌啦，係咪先？屌唔屌你唔係一個包容嘅問題啊嘛，呢個法官大人嘅問題啊嘛，撲你個街係咪？好啦，講到嗰個即係大家明白，即係你要明白點解嗰件事咁詭異啊？咁吊鬼啊！點解即係而家凡係提出得話一定要參與嘅人，都係抱住呢一種咁樣嘅利己嘅角度，有利於自己嘅團體嘅角度出發。你睇唔到件事嘅本質係必然係會鳩做，佢必然係會鳩做。當然有啲人就會話啦：，喂，唔係，我爭取民主運動，我爭取民主運動或者爭取普選，就算嗰個可能性幾低，我都要去嘗試。呢、這個我同意。但如果佢必然會出現一個鳩做同埋膠化情況嘅話，咁嗰件事反而係對於成個民主運動有傷害，你就不能夠去做啦嘛。呢、這個就同性交轉運係一撚樣啊嘛！我唔係話唔俾你祈福啊嘛，但係唔能夠去到性交轉運咁啦，戇鳩啊嘛！即係呢個係好簡單嘅，好簡單嘅邏輯。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界線同埋立場。咁你話我哋係咪唔參與咧？係咪唔去覺得即係睇下個參與係乜嘢啦？你話譬如再講一次，戴耀廷快啲去討論係好嘅，快啲討論好唔好咧？咁樣咁當然係好啦。同埋佔領中環其實呢件事做得到成功嘅話，都係一件係當然係一件好大迴響嘅事啊！你讲多两句先，饮啖茶先。我就系、是，但系就系嗰个做法问题咯，都系就系性交转运嗰个做法嘅问题。即系呢个有啲人就系话，有啲人又会同我哋讲话，喂唔得噶，你冇立场噶，如果你唔参与呢件事，你边有立场啊？佢争取普选嘅咁样。佢表面上嘅名目係爭取普選嘅，係咪？同埋而家係唔可以再分裂嘅。你咁樣搞搞下，係會變成自我孤立嘅。即係有啲人，譬如呢番話對自己嘅熱血公民講，有啲人都會覺得，喂，你呢啲呢樣你又唔參與，嗰樣又唔參與，係咪？你淨係做緊一啲人哋唔明嘅嘢。譬如我哋而家投注好多心力喺我哋嘅媒體嘅平台嘅建構，我哋做報紙，我遲啲出埋兒童雜誌添啊！撲你個街，我跟住做埋劇場，我要做各方面、各方各面嘅輿論同埋嗰個文化嘅同呢個咁嘅共產價值主流嘅呢種咁嘅維穩價值嘅對抗，我要做呢啲嘢，積存嘅力量之後係用喺有把握、比較上有把握嘅公民抗命行動上面，而唔係不斷咁去做一啲公民一啲膠化嘅公民抗命運動，令到公民抗命呢件事本身就膠咗，令到大家唔撚再相信上街，呢個係更大嘅禍害。好啦。有啲人就話：喂，你咁樣自我孤立係唔得，我唔覺得係。呢個真係唔係孤立，因為呢個邊係孤立嚟？又要講翻物通匪類嘅原則，我唔通為咗追求唔孤立，再同匪類勾結啊？呢個冇撚可能發生噶嘛？呢個唔係叫自我孤立，呢個叫堅持信念。由呢個咁樣嘅當日，大家記得啦，選舉嘅時候，當日即係上一屆區議會選舉，呢個票債票償運動，當其時我哋提出一個所謂嘅熱血政治嘅概念。熱血政治講緊唔係鳩衝啊嘛，唔係有衝啊嘛，熱血本身就係包含緊個毅力喺入邊啊嘛。喂，喺呢段時間係啊，事實上有好多鳩流嘅行動，我哋唔可以去做。呢、這個對於組織嘅存續係好有困難嘅。我而家都面對緊呢個問題，但係就算個組織散咗，我都唔可以容許佢鳩做。
呢、這個咪就係考驗大家對嗰個信念嘅堅持有幾大嘅問題咯。明唔明白我哋自己做緊乜嘢嘅問題咯？你話好似係咁樣，喂，有水抽啦，就去抽啦，有曝光啦咁樣，喂，令到即係等於又係你聽翻 AKB48 嗰個持份者個概念啦咁樣。喂，你唔能夠俾一個假嘅好似係上升緊嘅形象去俾你嗰啲支持者，因為你係所有嘅政治團體，你哋都因為支持者嘅能量而存在，而你唔可以詐欺佢哋嘅能量噶嘛。你不可以浪費他們的能量嘛，因為最後當這些能量流失曬的時候，就算你佔了多少個頭版位置都是沒有卵用的嘛，是不是？你的頭版的位置何俊仁出得多還是我出得多？你老美現在搞社會行動，他吹雞多，他吹雞出來的人多還是我吹雞出來的人多？你老美是不是？這件事很明顯的，如果他肯辭職就多了，他肯辭職，他是我教主添啦，他肯辭職，我哋都會擁戴。我拉埋他一起出去做棟篤笑添啦，老尾係咪啊？好撚睇過同可能好撚睇過我同黃毓民做都未定啦，係咪？即係俾你何俊仁做上把，我同黃毓民做你下把又如何啫？雖然你生得矮係嘛，但係即係呢件事如果可以達成嘅話，你咪做俾我睇咯。你做咗呢一樣嘢先啦，你投撚咗名狀先啦。你投撚咗個名狀嚟，我咪信你係民主派咯，你老尾，唔係你改名話係就係噶嘛？等於你而家話，喂，而家個爭取普選行動，你可唔可以唔參與？梗係可以啦。如果我覺得佢唔係，如果我覺得佢唔係一個爭取普選行動，我覺得係揾嘢嚟做交流嘅行動，咁我點解要參與啫？我哋嘅參與嘅辦法係乜嘢？我頭先講咗，我開劇場，即係你而家仲要話預演，又要預演，又話要又話要一萬人簽署嗰啲咁樣。有啲人覺得討論嘅細節係唔重要，唔係啊，我覺得討論細節好重要啊。讨论如何地去做多件事嘅方法好重要噶，因为何谓民主派啫？点解我哋会话人哋系伪民主派啫？而家讲紧嘅唔系你嘅排头问题啊嘛，唔系你嘅名牌，唔系你个组织嘅名字有冇民主两个字嘅问题啊嘛，而系你实质做紧嘅嘢是否带领大家通向紧争取民主啊嘛？如果你做嘅嘢根本就唔系带领大家通向民主嘅话，咁你有呢个字，有呢个排头，有呢支 banner， 有呢个旗号都系冇卵用噶，所以一定要通过嗰个实践嘅方法去验证究竟你系咪争取民主嘅人啊嘛？咁当然个细节系要讨论啦。我哋讨论嘅方法就系乜嘢咧？我哋嘅讨论嘅方法就系话，第一。唔好同我哋讲，有啲人就话：喂，你泼占领中环嘅冷水，你又冇实质嘅建议，你老母咯，我做紧啦，我哋做捻紧啦，好啦，明显而家就系、是、最捻紧要嘅就系鼓动人心，同埋一个做一个 agenda 嘅 setting， 去令到大家有一个更加合理正义嘅理由，令到更多人可以去参与到，你明唔明白？你唔系通过有个行动话俾人听，喂，如果我霸条街，佢要听我话噶啦，咁样，跟住各方面去讨论啦，咁样。喂，你要话俾人听，我要因乜嘢嘅道德立场出嚟啊嘛？呢件事咪系陈云做紧嘅事咯？点解要讲一个本土民权运动咧？喂，我哋个理念好捻清晰嘅，你话系咪自我孤立，又或者个立场应该点样？又或者你有啲人质疑我哋啦，成日又话搞舆论战，个舆论导引嘅平台，或者个平台导引嘅舆论方向系乜嘢？好捻清晰，而家讲一次俾你听。好撚簡單嘅啫，去到乜嘢 moment， 我哋覺得值得去做咩叫做為之準備好呢？就唔係你班撚樣討論好，唔係話你各個嘅所謂嘅政治組織嘅頭領討論好，你哋各個政治組織，包括你學民思潮啊、北斗派啊、加埋民主黨啊、公民黨啊，你哋嘅頭領討論好曬，都唔撚代表呢個社會有共識，因為你哋唔撚代表呢個社會噶，唔撚該你哋。OK， 點樣叫為之感覺到個社會係會支持到呢一個咁樣嘅公民抗命嘅運動呢？好撚簡單啫！我用一個好撚簡單嘅指標，而家有好多各派嘅系統喺度討論緊爭取普選啊，又或者係對於有啲又係民生為主導啊，嚇、啊、民生無小事啊，阿陳雲呢啲比較阿鬱敏就講全民制憲啊，陳雲呢啲咧就講緊城邦自治啊。喂，全民制憲同埋呢啲咁樣嘅城邦自治就稱之為激進派噶啦，你明唔明啊？我哋要導引個輿論，導引到咩方？乜嘢叫做成個社會環境成熟？好撚簡單一個指標。當有朝一日城邦自治派變成溫和派，港獨呢個言論先至係激進派嘅時候，就有條件去發動呢一件事啦。而我哋就係導引緊呢件事咯。點解唔可以講港獨嘅？而家你見到而家大公民會仲係會攞嗰啲港獨嘅標籤去抹黑一啲搞一啲只係自治派嘅自治派，又或者唔係你只係群眾動員，佢就扣你港獨。咁呢件事代表緊乜嘢？就喺一般群眾心目中，港獨仲係一個不能夠接觸嘅一個。圈子，喂，今日横掂都喺节目度讲清楚佢啦。点解香港唔可以独立啊？香港梗系可以独立啦。点解我哋唔可以鼓吹港独啊？去到呢一步，你先好同我讲话，我哋激进派啦，屌你！你讲紧自治啫嘛，基本法写鸠明噶嘛，你追求紧基本法写鸠明嘅嘢，嗰啲边系激进派啫？佢老母。然之后你譬如，喂，你话
你話喂唔好啦，大家求同存異啦，大家都係爭取普選。你呢啲咁嘅講法，冚家拎，同大家都係中國人有乜嘢分別啊？嗯，起碼喺個輿論嗰、那個文化喺成個。整个意识形态的方向上面，你这些要清晰返先。如果不是你出来现在去搞乜嘢，喂，我哋而家孤注一掷一埋行动都是多鸠鱼的，话俾你听，都是会多鸠鱼的。你而家都未讨论到真普选的定义是乜嘢，系咪？跟住你话大家出来讨论啦，我而家就掉出一个讨论的框架俾大家：本土民权、全民制宪、高度自治。你呢条界线你都去唔到的话，你唔好同我讨论，系咪先？即系你连嗰条界线，你已经话嗰啲人系激进派啦，咁样咁讨论乜捻嘢啫？大家点会系同路人啫？喂，喺我 angle 嚟讲，去到港独唔捻过分噶，其实点解唔可以港独啊？喂，你听翻我哋嘅立论啦，我哋讲得全民制宪，全民制宪得，然之后又要打到共产党，共产党去倒台，咁就即系港独啦，你老味，你明唔明啫？即系舆论系去唔到嗰个方向噶嘛，都未够胆去到嗰个方向。跟住有啲人话：喂，你而家泼占领中环嘅冷水，咁你嘅具体方案系乜嘢？个具体方案就系话，我哋要喺舆论战上边，普罗政治学院啊，郁文佢哋做嘅，郁文未必支持港独啊。OK 啊，呢个我嘅讲法嚟嘅啫。嗱，即系譬如郁文做嘅一啲，即系一啲比较多嘅论述、文宣教育工作，我哋做多啲。呢、这個咁樣嘅流行向嘅文化向嘅滲透工作，去擴闊咗圈子，然之後成個輿論方向導引緊去嘅就係我頭先講個方向。大家對於激進派、温和派，或者對於民主制憲，對於香港自治、本土民權意識，何為香港人呢啲界線勾勒出咗嚟先 ？OK， 你好撚簡單，你問我邊個係同路人，邊個自己人？香港人咪我自己人咯。咁 define 乜嘢香港人咯？你要睇我哋 talk show， 你都知啦。我睇个栋笃笑都系攞呢样嘢嚟到讲噶啦。OK， 今日做紧呢啲咁嘅思想工作咯。好啦，至于而家嗰个占领中环嗰一个方案，戴耀廷嘅方案点样去参与讨论、批判佢咯？讲晒啲负面要素出嚟。所以我讲真，我唔系讲笑啊。因为 AKB48 计划嘅第一步啊，就系搞一个剧场。个剧场而家我谂得好清楚啦，真系多谢你俾灵感我。我谂晒个剧目噶啦，就叫预演占领中环。只要有人睇，我就不断咁预演百零蚊张飞嘅啫，系咪？不断咁加长，不断咁预演，预演乜嘢啊？预演晒啲负面嘢俾你睇，预演嗰啲咁北斗派点咧唱卡拉 OK， 预演晒你点咧散水，预演点样讲嘅凶狠，做就碌捻 OK。不断咁嘅剧场预演俾你听，然之后不断喺个剧场度话俾你听，真正嘅公民抗命系乜嘢？呢就系思想教育工作啊嘛，唔系鸠讲一啲嘢，你话公民抗命就是公民抗命啊？你咁样样抗命到啊？你呢啲係膠化嚟㗎，呢啲係膠化運動嚟㗎。即係陳雲有樣嘢講到，點解民主派佢哋撲出嚟呢？佢哋唔係佔領中環啊，咁樣撚咗又佔領江環㗎嘛，搵咗江環去佔領，因為佢冇撚咗嘛，佢搵啲嘢去俾自己做㗎嘛。喂，所以我哋係唔怕被孤立㗎。我點解要同呢啲咁嘅人為伍啊？物通匪類四個字好撚簡單，就係唔同呢啲人為伍。就算喺傳媒入面，喺其他群眾入面，我哋因為冇頻密嘅行動而失去咗曝光，好似唔存在咁樣。就算喺好多人心目中，我哋已經係唔同呢一班 so call 嘅主流同流都好，唔撚緊要。我哋堅持做我哋嘅工作，成功之前絕對不要放棄夢想，就係咁撚簡單，都唔會去做你啲鳩流嘅嘢。就算幾撚艱辛到，都唔會做你啲鳩流嘅嘢。好撚清晰嘅呢一樣嘢，仲有咩補充？冇啦。好似有啲嘢講漏咗喎。唔系啊，你讲得好完整啊。系咩？唔系，好似有啲嘢讲漏咗喎。有啲咩讲漏咗咧？我剧场讲咗啦，系咪啊？我物通匪类讲咗啦，冇嘢做揾嘢嚟做讲咗啦，系咪？性交转运讲咗啦，系咪咁样？系，我个栋笃笑训练班满咗咯。咁就但系仲有好多人报咗名喎。其实系因为行政嘅失误问题咧，就报爆咗喎。而家超过几廿人咁样，咁所以唯有开多一班。咁就开班，再开。是啊，即是再开多一班，再开多一班咁样，咁就是、都是同日上堂嘅，不过就嗰日连续上两堂咯，咁样，即是第一期都未开，就已经开第二期啦。简单嚟讲就是咁样，即是希望再讲一次啦，即是希望培训到更多嘅嗱，我哋嗰个方向同普罗嗰个方向又唔同，佢哋会去培训多啲政治论述嘅人物，我就要培养多啲搞笑嘅人物 ，OK， 我要多啲有感染力嘅人物 ，OK， 因为我而家又要喂，我个剧场真系一个月做一次啊，老尾，我真系霸住嚟做啊，即系喂，唔系净系搞网台啊嘛，系咪先？即系有啲人话而家有啲人而家呢一百好兴咁讲啊嘛，香港人网都咁讲噶，香港人网佢都咁讲噶，话佢哋唔系搞网台啊嘛，佢哋搞人网啊嘛，咁样，我就真系搞网台嘅。我就搞網台，只不過搞埋報紙、搞埋雜誌、搞埋劇場咁解啫，係啦咁樣，咁所以係幾撚辛苦，我哋都要做噶啦，因為呢個就係好集中去做，但係其他社會行動就唔會鳩做，
就唔會夠做，除非有一啲好觸及到我哋嘅底線，就係、是、譬如舉例就係話鬱敏而家唔知幾時判啦，即係鬱敏，即係鬱敏判，鬱敏判案又判又係一個例子嚟。喂，黃鬱敏俾人，即係譬如嚴敏華、古思瑤，我已經見咗幾次，古思瑤俾人判九個月，但係佢都冇反應嘅喎。Facebook share 下咁樣，跟住嚴敏華咁撚大劑，又係冇反應嘅喎。好啦，到鬱敏俾人判啦，會咩反應咧？咁樣我而家都觀望緊，我都唔知佢咩反應。但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係咩反應。如果鬱敏俾人判，佢係多數判刑噶啦。如果佢唔俾佢保釋，掉佢入荔枝角拘留所嘅話，我即刻就包圍荔枝角拘留所，撲你個街。冇錯，我就動員所有我可以動員嘅，我唔撚使預演嘅。你一拉鳩佢坐監，我即刻就包圍你荔枝角拘留所。而家講撚定俾你聽，冇錯，係一定會包圍到佢放佢出嚟為止。就算去到最後得翻幾個人，我都會手撚住個門口撲你個街，一撚定會咁做。呢、這個係講得明㗎啦，即係除非去到呢一位，即係社會行動就係咁樣。當個 momentum 要嚟嘅時候，你就去做預演喎，你老母預演就嚟睇我劇場，我係劇場預演俾你睇，120蚊張飛好唔好？戇撚鳩鳩啊！真係，即係關於呢個咁樣嘅佔領中環就大致係咁樣啦。咁樣就又超時啦，今日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其實應該早半個鐘頭開始，即係有啲嘢未講曬，未講曬，遲啲再講啦，係啦，大家留言啊，討論下，俾啲 feedback 我，即係大家有啲咩意見 feedback 我，我再進一步，我係同埋可以繼續討論嘅，我係有啲中環係可以繼續討論嘅，唔係可以討論，但係朝我出，即係我會 suggest 用呢個方法咯，用排除法講曬啲交流嘢，做都得，你唔可以做呢啲，唔可以做呢啲，唔可以有呢啲人，如果唔係就冇撚做。即系要咁样提高个行动规格先得，唔可以成日咧为做而做。屌你老尾，我哋唔系为咗示威而生存嘅，仆街。同埋唔系为倾而倾啊。系咯，即系唔好乃系为整合而整合嘅咧，唔捻整合咪唔捻整合咯，唔捻识你嗰班有含家产。屌你，咁啊，即系大致上就咁样。咁大家俾意见，我哋继续去朝呢个方向去发。即系呢、這个我觉得话题好嘅地方就系话咧，借住占领中环呢个机会，我觉得本质上佢基本上系交流嘅，肯捻定系话俾你系交流嘅。咁但系。借住呢個機會，亦都係探討就係往後社會行動嘅方向。我覺得佔領中環最大嘅價值就係第一，戴耀廷肯出嚟講，佢作為佢嗰種身份，佢個階級嘅人，佢肯出嚟講，引起討論係好。而佢引發咗討論就係乜嘢咧？佢引發咗好嘅討論就係反面教材。等我哋可以話俾大家聽，咁樣做係唔撚得嘅。呢、這個就係最撚有價值啦，話俾大家聽。OK， 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一下嚟緊仲要實踐工黨同埋百無禁忌。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